首先按返回键，退出游戏。退出游戏之后，然后往下面按，找到这个设置，设置打开设置，打开设置之后，找到往下面找到应用，应用，然后按中间 OK 键确定，然后找到你哪一个，找到哪一个你不需要的，然后按一下 OK 键，然后卸载，再按 OK 键卸载。